大会哈，大家都非常忙啊，大家都为这个疫情，大家都非常辛苦啊，大家都已经到现场，表示我们大家都很平安、很快乐，对不对？那、今天我们就按照我们的程序了，因为我今天我们要改选我们第三届的理监事哈、感谢各位在过去好几年都一直支持我们大台南新闻记者工会，那那个后参加活动的，包括我们的九一记者节啦，包括我们的新闻联席体验营的活动啦哈，另外有协助政府正业宣导等等，有没有什么意见？没意见的大家鼓掌通过，谢谢。